情的风，无情的风，无情的夜快车，无情的你。阿爸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尊兴，海哥去用拍死啊！海静，死去啊！听讲伊是甲陈耀辉做伙出去，才去用开枪。阿耀辉呢？伊敢无安怎？一个讲到陈耀辉，你就遮紧张。爸，耀辉是阮的朋友，阮当然嘛会关心。阿勇啊，耀辉，伊即摆人有安怎无？陈耀辉无代志啊，放心啦。这海哥，好歹嘛是我过去的老朋友啊。我若无去甲念香，嘛真正讲袂过。不过我若去，阁会甲遐人歹面相看。我即摆情形，去过让因看衰。尊兄，无你代替我去遐念香者。我知影啦。彩萍啊，你都卖去，你即摆有心地咧。你办丧事上好卖去，较袂晓冲着。阿爸，海姐过去嘛真照顾我，伊即嘛人贵心啊。我应该去甲伊拜一下。你巴肚内若是无囡仔，我就让你去。爸，你安尼伤过无情理。尊兄，我是为你。彩萍，你先入去房间。唔知伊到底要去看啥？阿爸，我唔是为着要去看耀辉。唔是上好，踮咧厝内。不准出门。彩萍啊，若想要去，我带你去。我若去，敢是五月爸爸？海静，哪会发生这款代志？等下，公司的股权，你真是要搬一搬出去哦？啊，就为了遐尼拼命，这是应该的。国再讲，这也是我答应的条件。公信用是真好啦，要唔过，要唔过啥？听讲，天明兄这卖是真下歹呢，过角头兄弟拢挖过去，明日可以食穿。伊即摆有钱，阁有势，我是惊讲吼，有一天，叫我去扶起来先。人心地来，小风就较好啦。我阿中你落咧扶啊，哎，即摆遮尼啊大叫，无扶要哪样啦？别放心啦，阿就是我家己人，伊唔敢安尼做。吼，当然啊，啊你进前咧甲怀疑的时阵，啊哪拢无甲当作家己的人。好，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回来，你家传到好未？早了已经传好的单，给老看卖。阿姐，你若感觉无啥问题，咱即摆随人找律师去办理手续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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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哼，热天面，有好的日子就要紧享受。真紧我就互你知影，摇摆无路别久。
我拄仔咧迷茫，你知影我梦着啥？梦着海哥咧看我，两个人哦一直讲哦，做细汉代志哦一直讲到即摆，少年时哦，每一届出去讲拼图，海哥拢强头一个。 拢是伊替我咧申请钱，我今日也阁我都坐伫遮，帮我海哥。唉，我这条命，伊甲我救转来。人一生哦，那我都交到这种好朋友，我记得啦。 我即摸，啥物拢无啊，啊唔过，啊阁有海哥这种好兄弟来陪我，我真安慰啊。我想，海哥，海哥人呢？你滚啊，滚！ 我都知影伊咧病院啊，啊，报纸都乌白干啦，啊，我唔敢敲电话，烦恼到要死啦。哎呦，我讲，海哥咧有名的人，那比我较惨死，我就是爱你来真嘴甲我讲，海哥咧病院啊，无代志啊。好啦，哎。 还是找一间病院啊，你带带我去看，行，我去看伊啦。海俊。
给我勇敢活落去，我拢听到的，我就是听你的话，我才会当活到今仔日。你袂安尼就离开，我鼓励你的机会都无。你若不会等我，你不是遐无情无义的人，你若安尼就离开，我良心不安，死人！海哥，海哥，海哥！接到啊！救了天明，保了孩子一条命。你说啥？海哥，小阿英怕死，气死！我实在是目睭白无见，来看个这种无血无目屎的人啦。拢是我无，死的人，那不是我啊，那不是我。爸，你也不用怨他，时代无同啊，唔是像像咱较早伫佚佗讲讲义气，也若无海哥，也袂去阿英拍死。实在是可恶，实在是可恶。咱没好这人，一直摇摆落去，安尼伊连软土穿过。耀辉，咱没目睭金金，
看这人一直欺负咱，阿爸冤仇一定爱讨。这几年你一定爱打起来。伊讲讲也对，咱明哥甲咱继续落去，咱甲咱继续落去，伊是绝对甲咱吃死死。亚辉，只要你若要跳出来，我偶像绝对挺你到底。 阿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罗天明死个真歹看。彩萍，我带你去甲海子添一香。我上好卖出门，我无希望为了这个代志害厝内袂平静。 你不需要，让你家己遐尔委屈。明明你心肝内，还搁在关心姚辉。行，我带你来。准先，莫啦。我凭看你踮遮一直艰苦，就算讲洪爸爸、洪爸妈，我嘛要带你去。放心。 就算讲天崩落来，我也脱掉的。去我住宿舍，我伫其他等你。姚威啊，难不你落一寡兄弟在讲？ 关于你海哥个别事啊，咱就第二个办较清楚嘞。海姐后半世人过来真清淡，伊一定无希望咱这兄弟为龙费钱，甲时间，我想办较简单尊严就好啊。但你即马是伫咧讲啥？啊，你是烦恼开钱是毋啦？要无拢总我来负责啦。 我跟你讲，借我就要借来开。 你也知影，海哥在生的时，伊是一个有头有面，也是我上届认定兄弟，所以个别事哦，绝对袂用伤过歹看。阿姐，你先莫激动啦，姚辉毋是惊开钱，阿爸人哦，遮尔俭，伊若知影咱遐尔浪费，伊会无欢喜呢。义军，黑社会有一寡物件代志，你袂了解，海哥伊平常时会做人，过去的生意事也赔底袂少。 这位人，若早讲伊王兴，但捌你落兄弟，绝对会来。包括你本来上头做的，伊这位个别性，你若讲办了伤过凊彩，安尼咱做兄弟是毋是真闹亏？上哥，你莫讲，我毋知讲你头家来伫咧是毋是，我要找蛋糕。上哥，阿姐，耀辉，义军，郑先，蔡平。 我甲蔡平，来甲海姐念家乡啦。请。海姐，顶摆我误会你台湾阿爸的代志。 我一直找无机会甲你讲，其实我已经原谅你啊，而且我嘛袂阁恨你啊。如果你若有灵有声，你就一定会听着我讲的话，海姐。 你一定拢是我上尊敬的长辈。彩萍，别激动啦，拜托你啦。
志祥，特别，明仔载，我来陪水。耀辉，我跟你来了。彩萍，你较细点哦。 真正顾你，像我做姚辉的太太无够格啊，厝的连一个滚水都无，还阁姚辉出去买。其实姚辉是伫咧想骗我，这嘛是伊咧爱你的方式。阮过去是啥物关系，你嘛真清楚。即马。 咱四个人拢做伙，伊嘛是想讲，不爱予咱四个人见面碍约，才会调工离开的。我实在是真见笑，还是你了解姚辉，我是变哪甲你比啦？其实我甲姚辉结婚了这段日子，你嘛真思念着你，我甚至想讲。 规气甲伊离婚来宣传你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若甲姚辉离婚，我那安尼俊生要安怎？义军，代志行到这个地步，即马讲啥物拢袂赴啊！我知影你有这个心，我就真欢喜啊！你嘛看着俊生对我遐尔好。 我袂甲伊离婚的，既然咱无法度改变事实，咱就要去面对。未来的路也真长，你一定要坚强，帮助姚辉做伙打拼。彩萍，你敢拢袂怨我？你若会当好好照顾姚辉？ 疼惜姚辉，要哪会怨你？多谢你。这文件我看过啊，若到这刚刚无问题，我即摆随机就出来办过户。文诶，我敢真是遐尔好骗？答应一半股份要给我，干嘛遐尔？ 阿姐，咱公司负责产业，你敢愿意去吸收？嗯，安尼加减算起来，你做用的就是这个呀。安尼做，对我嘛较公平。<笑>你嘛正好想法律扛阿胖的哦，那假如你去做律师，死人都让你讲我变话。哎，阿姐啊，你莫讲这话来搞考试啊！ 但你想看卖，若敢说杀廖秀海的代志是别人叫去做的，敢会乎你遐尼好条件啊？那廖秀海这声带起来啊，伊遐南北二路兄弟拢是在接手呢，你即马是有家搁有力，你是咧搞计较啥啦？哎，你看我哪条啊？咱是照约束去啊，人我甲你办起来，该当我条话你都爱互我，莫甲我伫遐讲迄话无的。哎呀，阿姐啊，钱莫太遐用啦。 我即马是食零啊啦，真拼呢！会当保护你的三观，拢保护你啊！你若搁再逼我，就算甲我逼到头毛喙手白，你也是甲我逼无物件。如今啊，你是我带大汉的，你开始我就看到你老弟仔去啊！你心内想啥，我煞毋知。一只咧哭呀！阿姐啊，咱公司的状况你也是毋知影啦，哈！ 啊！之前知我去予侯耀华母子咧，害我损失几啊十亿，啊！但这个坑哦，我到今嘛，可毋知要怎吞起来。而
你放心啊，等公司若赚钱哦，你所得到的唔那是这样尔。啊，要唔过若公司出问题，就算你摕搁较侪股份，也是同款无计条，敢毋是？你啊，银行排算盘，有话直接讲啦。这两栋大楼啊，已经将咱公司财务补助问题来啊。那到这个时阵，你硬要跟我分公司的产业，安尼公司的财务问题是不是愈来愈大坑？无，你是伫个菜市啊画啥空？正义集团建的，我原来有一年、十年的心血嘞，拼生拼死，替公司做遐尼侪代志。摕你一半股份，够过分！你做代志嘛较阿傻哩，这条你也无甲我算清楚，就莫怪我无带点积存来证婚。死狗，我若出来，会做什么代志？真歹暗算哦。好嘞，既然你的话已经讲遐尼全情啊。我也无啥物话通讲个，但是是安尼啦。只要会当予这两栋大楼去当现金，应当予你个钱，我一角银都袂减。当现金，人都无落去十头个。迄两栋大楼，你才买到遐尼啊悬，谁敢买啊？我毋是要买啦，我是要利用这两栋大楼去甲银行超贷，当现金来周转。超贷，哎，今次买啥物景气？有带一间银行敢安尼做？当然咯，这块的代志，就一定爱找人斗相共。啥？少年大，算起来，咱是第五摆见面哦。啊？找我啥物代志？第六页，你应该会记哩。咱第四摆见面时阵，何玉华我甲你讲过，我是你的贵人。嗯。唉，才当初时哦，我真正是读甲歹去啊，才第一日咧发，啊结果咧啊，开31去买这两栋大楼，啊若无，你哪会减损失10几亿吧？阿大，啊今日是来讨人情就对啊啦吼。啊无啦无啦无啦，啊虽然讲哦，我开10几亿。也毋过我所学着经验咧，这对我来讲是真有价值的代志啊！别哪可能来甲你讨人情？啊，若毋是安尼想好啊，我真袂。吃。哎，张立贵，等。咱两个哦，真正是不打不相识啦，哈！既然咱两个遐尼有缘，常常咧见面，而且你阁遐尼有实力，我就想讲哦，不如咱两个来合作，无得靠咱两个来创造。台湾的经济奇迹哦！台湾不都真好去呢？当然好去咯！啊，刘立伟，这哦，就是这两栋大楼所有权证。嗯，以你的人品哦，我相信你会当有办法摕这权证去到银行交代。死搞遐个钱，就是咱两个合作的资金嘛，嗯。少年党啊，你搞算，去搞底啊！啊，知影要利用我的关系去贷款，安那？知影我厉害啊，吼？啊？刘立伟，嗯，我等下把所有权证摕出来啊。伊只要迄个生意要甲你合作，哪有可能讲利用你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都会晓算，我煞毋免小跌一下，吼。啊，讲着要甲银行借钱，直直欢迎，我拜头一卡，加银行哦就袂出来加走卡咧，吼。我甲你讲，比我中意抢三年啊。银行都甲钱啊，捧来阮厝。刘立伟，阮真正是无找唔到人哦。来甲你合作，我袂爽。
张立伟，我相信何小姐可能伫咧面头前讲一寡阮的代志，煞予你对阮当个歹印象。是讲，若要予思念的情绪影响着生理，闪予生过，安尼就会去侮辱着你的智慧。啊，即摆正义集团除了表面上的产业，南北二路各角头兄弟拢真挺愿。我相信这个势力，在你选举的时阵，会当发挥上大的作用。啊，若平常时有啥物代志超袂好势，就通我电话，万事 OK。哎呦，你博乌的哦，啊，唔到底威胁我？啊啊，不，叫你贵，你讲是阮的意思啦。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本来敢威胁你啊？对啦，谁人唔知丢刘伟你乌白两刀吃透透？谁人若得势着你，唔得爱让你拖去台？好啊啦，卖阁假啦，自头到尾哦，你拢看我看破破啊！啊，若无，你明明知影海哥是咧替我做代志，你阁敢创掉？你家己别当作啥？拍个门看主人啊！刘立伟，大了想死啊！阮是比你搁较艰苦呢。哎，我代志喜欢喜喜欢喜，你唔能干干做一个啦，啊？你讲啊！迄凶手，你讲啊！你讲话啊！我对啊，你就是凶手，你唔知哦？我本来有可能是红酒，唉，算起来，海哥是我的先輩，但我今仔有一个小小的成就，嘛是伊把我牵加出来，我哪有可能去做出迄种忘恩负义的代志？你搁讲白话，啊，你就是看到海哥吃到迄批货，你唔甘愿，唔才叫人甲我扶起来，你听种我唔知，啊？张立伟。我唔管迄风声的味道放出来，你慢慢遐尼耳钢筋，啊那无，迄是你的损失，机会一摆尔，卖消磨过，打起来！今日互你礼拜啊，是要警告你，那是互我查出来，海哥是你杀的，我会叫你亲身去找伊回事的，出去。小姐，这只丢地公，够不厉害还要第一摆改合作电信事业时阵，伊咧甲我使啦，到这摆，当我面咧互我歹看。哎，公仔安怎讲？我是正义集团的董事长咧。那这个代代传出去，我面子不下了了。我这个办事，张立伟拢在听何玉华的。这规我过单量回禀，啊那安尼，对咱真不利。来，但伊是人，不是神啦，卖什么代志都塞去何玉华遐啦。哎，阿姐啊，我本来是真佩服你的气魄的，要甲公司甲你对分的。啊，即卖嘞，啊即卖这个了上的代志，你也处理到安尼。连张立伟拢知影，搁即个是你做，你是要安怎？人是你叫我抬啊，顶多你怪我。你若遐尼搞，无你家去做啊。总共一句，你就是不爱花钱，卖找遐尼侪借口好无？钱，亏是好，最拢是钱。但公司财务总共你也毋知啊，你眼光看远个好无？你若卖一直哄我，我干嘛来哟？好啦。正经的代拢准拄煞啦，也毋过从即马开始哦，咱就是坐共只船的，坐共只船就爱共心，抛讲就爱向外，毋知讲啥向家己啊。
啊，若无时到船顶啦，咱两个拢走袂去，计划变过，我会陪伙伙，以后我甲阮停你，来，退来。哎呦，阿姐啊，你毋着爱互我时间去装钱啊！你放心啦，应当互你啊，一到位我就袂嫌互你啦，啊？ 好，时间我给你，养过遐济钱，你想要怎？你讲出来听看卖咧。你看，这份资料要给予张立伟，也搁黄永华，时间真歹看。哦。 阿叔啊，你想讲迄个张立伟真正是乌白两道食透透，遐尔有才调？但伊要甲银行借钱，银行就会捧钱给伊。啊？我甲你讲啦，待遇今仔的身份甲地位哦，只不过是靠因某的外头厝。真正有钱有势的人是因某，不是？只不过是一家的翁仔尔。本来。 我是想要给伊过一个较清净的日子，也不过伊今仔得一条蛋。待下把迄阵菩萨，我得家请出来念经。讲，<笑>啊！你今日就莫去上班啊，因为我心情真歹，吼、哦，你留来陪我。下暗啊，我要住你家啦。那阵，恁无得过来。 你今日你干嘛留落来？其实啊，我是看你最近伫酒店，甲人客咧啉酒啊，我愈看愈爱你啦。我即摆是你的员工，你当然嘛按你讲，我若是不爱做，你敢会饲我？你毋通袂记，我伫酒店上班。 亏你袂得过，恁大波人都是无度量，互家己女朋友咧外面私下把你大波人，家己出来外面花天酒地。查甫人花天酒地是咧红场做戏啊，以我身份来讲，嘛是免不了的啊。我咧外面啉酒，嘛是红场做戏啊，恁哪着甲我计较咧？嗯。 我爱的人啊，都爱关心地方。那你是不是买当专心来爱我？玉华，啊，你今日你是安怎样？哼，恁大波人就是遐尔自私。你放心，我有讲过，我不爱伫命婚，我要靠我家己，我袂有法家己，佮变甲参与以前遐尔凄惨。啊，你是占着药啊，玉华？哈，讲话那烦烦。 啊！是我做唔对，什么代志？互你看看遐尔不满。感觉害过死啊！你一点仔都拢袂艰苦。你是为着害过代志，你咧怪我呀？那阵你无叫我去做迄件代志，伊都袂死啊！我就是心肝内袂得过，唔才像你去念香。我毋是一个无悔无目屎的人呢，啊去到遐。 我的心情嘛真歹，啊，煞来啊，佫互阮糟蹋。到即摆，我的心情一直拢无法度平静。所以，你的心情无好，是毋是？啊，无咧。我，好，莫佫讲，愈讲啊，我的心情愈郁准。好啦，你去上班啦，我要来转。 安怎？生气啊？我毋是咧生气，我是心情歹。以后这件代志啊，莫搁提起来了，较袂影响咱的感情，啊、哦。哎、欸。
阿公母的感情阁不只啊好，连相片也扎在身躯边。因某是最水，阁有气质。哼，拄则才讲，我是属于一个人的，叫我爱全心全意甲伊斗阵，我是做会到。啊，不过伊咧，敢会为着我放弃伊的太太？